好，那我们先来再看两个这个线上的服务哈，不用软体就可以了。你看我们右手边的连结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这个？有没有？其实上面这个也蛮好用的啦，这个蛮好用，就是类似像我们 FollowCap 那个感觉。但是我们先不管它，我们用这个拼贴。好，你点进来之后是长得像这样，虽然是英文的，不要难过，你一定都会。好 ，Make your own， 有没有？建立自己的，这个叫把用相片拼文字或图案，因为这个我们那个 FollowCap 没有的功能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你可以增加照片，那你可以选择几种方式。第一个跟你的所谓的社群的网站做，就是这些账号做连结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你可以在网页上直接找关键字。第三个，你可以选择用自己的照片。好，所以这三种你可以选择。那我现在就先用第二种就好了。第二种呢，其实就是 Google 的搜寻。好，当搭配 Google 的搜寻，或者你要搭配其他的，这里也有。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先用 Google， 那你可以打自己的关键字。你打之后，比如说你要找 dog， 好，你就点。你看我点了之后，有没有发现右手边有加进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就是你选的。万一你觉得哪一张不要了，移到它上面按个叉叉，有没有就没有了？哎，所以你可以选多张，也可以选少张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假设我这几张就好了，我就按 done 表示做完了。好，这样有没有不小心就拼成一个心状了？安尼有简单不？而且你可以自己移动哦。你看，放大一点，这张我想要放这有无？旋转回来有没有？你可以自己改变呢。好，这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。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什么图案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方法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打成字，或者它内径的形状，有没有真的拼好了？好，那一样，你点这个形状有没有很多？这里有很多哈，你看连小小兵都有，最近很红嘛哦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打字的也可以，不过字通常不能太长了，比如说这种的就没有问题。也没有拼好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可以自己调整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如果你觉得这都没有我要的，没有我爱人的名字，有没有？你就自己打，比如说哎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要 OK， 这个可以改变笔刷大小跟那个哈、哦、好，他也会帮你拼好，不错吧哈，连软体都不用嘛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在这边就去用了。你有 loading 那么久吗？他累了。好，按 OK。好，有的。你看，他就想办法拼成你的图案嘛，这样可以吗？对不对？那右手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拼贴，有没有？这个拼贴，或者是这种叫做照片堆，就是这样一堆一堆的放在一起，有没有？那你就自己看这个功能 ，FollowCap 有在哪里？在这边，它有一个叫做叫做照片拼贴，就是一样的功能，好，一样的功能。所以如果好了，你可以按这个 Save， 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。那么一般来讲，我会建议各位，就是你可以把它设为不要公开的。如果假设是你自己的照片的话，有没有这个锁都把它锁起来？好，把它锁起来，然后呢，你就按 Save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要下载，这里是不是有个 download？ 我们就下载这个低解析度的，因为高解析度要付费的。但是低解析度在我们的什么影片里面就很好用了，好，影片里面就很好用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点一下。那它就会下载，有没有？我刚刚已经有勾，每次都要问我了嘛，所以这边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想要放在哪里？”这样子，这样会不会用了？好，那这个就不要出现那个吗？哎，对，你聪明，不要出现这个，对啊，就要付费的。
这样了解的哈。当然，其实我想这个看你啦，因为毕竟人家提供服务很不错的，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付费啦，啊，也可以考虑付费哈，或者你的照片就避开那个区块，那个就可以把它涂掉这样子。只是不可否认，就是你要比较大一点点，比如说我要列印出来的，可能就是要高解析度，那个是属于付费，但是在影像的处理或者在网页上用的就还好，哎，就还好哈。